陈德烈出国爱逛街，安妮大吐苦水。他很爱逛街，他去逛的地方就是 H&M 什么的，在台湾每个国家都有。那你们去 H&M 啊？对啊，然后他逛好久，他说：“哦，我最爱的 H&M， 我去逛哦。”就是 Annie， 我跟你讲一下，我帮他讲一句话：每一国的 buyer 不一样。对，很多韩国有进，台湾没进。如果他买什么这么 fashion， 我当然可以了解。可是他没有买 fashion， 你看他穿这样子，很 fashion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场。